我说我教了这30年球了，问题都会发生，但是能在10个小时之内把这件事解决，他这辈子不用手打球了，不打球了，这件事情我都管这个人叫天才，是我给他顶礼膜拜，我会苦口婆心跟他讲，我说你是一个特别适合练网球的人，你不能放弃，我都会鼓励他，有的时候我都会说我可以少收你点钱，但是你要继续下去啊。所以说你们现在在学球，你们其实现在都是20个小时不到的球，哎，你们现在其实要学的不是说我怎么把球打出去，我怎么保证我的拍子能打到球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，是你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思想，打球什么还是用拍子打的，从来都是用想法，你脑子里面首先有了一个动作，然后你才会用你的膀子去实施的，不要以为是你膀子错了，也不要以为是你腿错了，脑子想错了，所以要改想法啊！改想法很难，因为你现在的这种做法是经过大脑思考的，是一系列运算已经运算成了，然后你就觉得我应该是这样，你不可能做一个你认为错的事情，对吧？你没有一个人会做一个他认为错的事情，那么他认为他是对的，那么所以说真正你要是想明白这件事情是否定自我，这是网球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分水岭，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往前进步，当然有别的，有几种可能性啊。一个，我们密度不够，因为有一段时间其实教长打得不错，其实那个娜娜打得也不错，娜娜随手一拍挥到底线的球，我在前两天教另外一个人，我用了一下这个招很好，随便谁来做这个做一个示范动作都行，你来，好，拉好拍，假使这边有个球，我们都知道球不打啊，从这落下地上，棒落下来，然后到这儿，然后呢你的拍子应该到那儿，对吧？那么如果说好，这个球现在定在这个地方了，然后你往那儿挥拍，现在都能挥到好，对吧？好，假使没有这个球，球在这儿，就经过这个点往那儿挥拍，挥手放松，非常好，这个动作就挥得非常好了。但是为什么有了一个球以后，当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球的时候，叫你往那儿挥，没有人可以忽视这个球，对吧？它确实存在啊，这个球。然后呢，那这个球有什么？有质量，对吧？那么你就觉得，那我要挥到那个地方，我用这么放松的方式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我挥不过去，因为这球有质量啊，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加一点力，我挥过去，那这个动作才是对的，因为要修正嘛。不是，一样，就你就往那儿挥，看看会发生什么，就像你刚才那样挥拍一样。对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再来，哎，这就很好了，这都是腰在往那儿走了，很好看啊，再来，手臂是松的，对吧？但中间出现一个球以后，你手臂还能那么松吗？不一定，不能。对，那么我们现在要练的就是，当这边出现一个球的时候，你还能那么松的往那儿挥，哎。到那儿了吗？你回头看录像，完全就照到这个球来了。你的目标在这儿起的时候，目标是在这儿，你的力点在这儿，不是在那儿。那再挥一个，对，这个是到那儿，就这么慢，就这么慢，再来，对，就这么松，再过去，那这球就好了，还是推了一点点啊，哎，赖住，还是推了，那肩又开始往前，就是谁能做到？忽视这个球，谁马上就把它打好，我可以做的给你们看，我可以不用力，我还是三个手肘拿拍啊，我忽视它，哎呦，没拿好，不算，这打得高不算啊，来再来，你看啊，我忽视这个球，我其实是忽视这个球的，我根本不在乎这边有个球，我在乎它干嘛，我要干我干自己该干的事情，我干我自己该干的事情，我并没有就要往球上发力，对吧？我这样拿到拍子是不可能有一点力的，我一用力那拍子就歪掉了，我根本就没有顺得过来，就是腰一带就过去了，对吧？就是在学球的时候啊，我们在那耽误的时间蛮多的了，就刚才我跟你讲，你在这个地方往这儿挥，你在这个球上动还是不动，这是一条线，不动往这儿，高压网球，享受网球，艺术网球，高级网球，你不一定打完，但是心灵很舒服，这条线你往这边，你哪怕动一刻的力量就在线这边，这是一条鸿沟，往这儿就是什么蓝领网球什么之类的，就还有难听不说了，那你这辈子是你在网球打工，这条线这边是你在享受网球，这是截然不同，这是一个完全一个白天一个黑夜，一个是在云端跳舞，一个在地底下挖煤，就是在这条线上，你的手动了还是没动，在这个点上你给他力了还是没给他力，一定不能给力啊，再来试试看，准备，
兰陵，哎，好一点，好，你的手肘关节往下虚了，就完全是虚的，但是你的这个地方开始有劲了，啊，其实也不要像你现在虚成那个样子，虚成那个样以后再说吧，你现在也有点太松了，其实要适当的保持住它的形状，哎，适当的保持形状，你不能松到垮啊，再来。这很简单，你不把球打过，你就想我不打球，我也不要把球打过去，我还做我刚才那个最舒服的动作。你在跳舞，你不要想打球，你拿个棍子刷个球，打不了，永远打不好网球啊。就是总有一个地方要给这个力，哎，你用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方法，我就这么甩过，请转身。把这个转身做出来，球到这儿的时候，我把这个转身做的最轻松、最潇洒，把它做过去，不要管球，你不要管我球过去啊还是不过去啊。你在打的时候，你在拉拍的时候，你的脑子里面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，所以你在这边就抹不掉。不打球，再来，不打球，我跟你讲过一千遍了吧？再来，好球，这球就很舒服了。好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那打到这个的时候呢，再提高一步。当球到这儿的时候，你不是到这儿，你是经过这儿，你是在这儿往这儿打球，然后再到那儿。哦，做了好多事情，不需要做这么多事情，就到那儿。来，经过那儿，好的，经过那儿，不要，不是球到这儿你才开始经过，不是球到这儿你才开始要经过那儿，而是球到这儿的时候你已经经过那儿了。啊，就差这一点点，先动啊，哎，好的，先过去，盯住球看，不要用眼角看球，哎，不是这个动作，不是让你怎么样把力发出去，这个动作是我怎么样去控制我整个这个身体，把这个时间点做到，它并不需要你往前有很大的力量，我们是在用质量打球，我们不是在用力量打球啊，是用身体的质量在打球，而这个质量你们可能不明白，慢慢去体会，但是。不需要有一个往前的力，没有必要啊。从这到这多好啊，为什么要到这打一个球啊，就刚才那个球你要经过那是一个无比的好球，就到这儿变了，给球片。好看。刚才一个球是好球，自己知道对吧，对着镜头讲什么感觉。特别好。就是什么都没干，球就飞出去了，对吧？对啊。第二个球呢？第二个球要干什么？我要打一下球啊！刚才那个球我没打，亏掉了，那个球过去了，我太亏了，我为什么不打一下呢？然后你打下球，马上球就变了啊！再来，到哪？不是到球，经过那儿，好看。经过球，不是，经过那个点，不是发力打球，再经过那个点。就是单纯的经过那个点啊，还是要打，都看出来了对吧？就是我说他在打球，你们相信吧？你们都是这样的。好的，不打球，当球到这儿的时候，你经过那个点，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调整这个时间点了，没必要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打不好下一个重新调整，在这个球里面一旦起拍以后没有调整的机会。好，那放松，对，你要保证拍子到这儿的时候是放松的。好一点。为什么要加力呀？前一个球多好啊，对吧？第二个球为什么在这边要加一个力去做这件事情呢？准备，保证球拍到那是放松的。好的，时间对准，不放松，加一个力，有什么用啊？你这个力加的有用啊？你要做的是，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拍子是放松的，不要打球，不要管球，你要在乎的是球到这儿的时候，你的拍子是放松的，这是我对你的唯一要求。准备。先挥一个空拍，你看到那怎么？对呀，就行了，就是这个。到那是放松的。对呀，这球
这球多舒服啊，还能体会到啊，打网球是一个艺术，它是审美，这个美还是你刚才那个美啊，不要安全感，是要美。好的，不错，不要用力，到那儿是放松的，浑身放松到那儿，哎，到那儿去，好看。又开始加力了，放松，还是到这个地方就紧了，在那个地方要放松，你在这边凭什么紧啊？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哎呦，还是不要速，没有速度，你把你这个控制好，这个下面要有控制，我就是能控制到那个地方，把这个地方控制好就行了，到那边手是放松的，不要打球。去呀，这边有个球就在乎他，我要对准他，我没让你打到球啊，你打不到球不要紧啊，你要跟着我，你要能跟得上我讲的，已经到哲学这个高度，这么简，就是已经到是非黑即白了，你中间还要再加东西干嘛呢？不要加东西，过去，这不很好吗？不要放，还是有点肩有点紧啊，来过去，好看，这球什么感觉？和刚才那个和前一个球一样吗？是不一样的，就是要这种东西。来，直接腿，对手不要加力，不要管。对，到前面是放松的，到前面是放松的，腿用腿控，不是拍子控。好，再早一点，早一点过去。哎呀，不是快一点，是早一点，早一点到那个点去。哎呀，天哪，早和快啊是两个概念，早和快是两个概念，早一点到那儿和快一点到那儿是两个概念。准备。好看。